好 ，Squish 一直更新，有一点小讨厌。那造成的问题无非有两个，第一个，开启 Squish 2的时候预设中文的问题，那目前我们已经透过方法解决掉。可是以前透过方法解决掉的 Squish 呢，它会不能开启中文的积木，就是更多积木这边。好，那这有一点小讨厌。所以顾此失彼，好，我现在每一次开启都是中文，那有没有办法让它顺利执行中文的积木呢？那我们来做。好，首先我们把 S2A 开起来，好，开起来之后看到这样就表示连上去了，那我们来执行Squish 2。好，这个时候正常我们在开启中文的积木，我们先把背景的视讯把它打开来好了，好，这样会看得到我的积木。好，现在是暗的，我把这个角色删掉。那我们这中文的积木数位，把它设为暗，你看这样会执行不起啊。我们的背景上面的积木它是执行不起来的。好，这个问题解决很久，真的没办法解决，最后今天终于解决了。那开启我的文件 Squish 的，这是我改写过的积木。好，目前这也是这样子积木。那这积木我写好了，我们在事件里面把棋子打开来。那一样，我们在背景上面把侦测、把视讯把它打开来。好，透明度这里不要透明了。好，这是我的积木，然后把它角色删掉。那回到我们不行，删掉，反删除。好，这只积木因为要控制这里，所以没办法删掉。那看到这绿灯了，我们脚位10跟11，所以执行。好，你看它会闪，会闪，会闪，这样就顺利解决了。Squish 2预设中文，而且我们的积木的那个中文字是比较大的，然后积木也顺利把它执行成功。